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Billy。 今天我们来开箱浦泽直树的冥王爱藏版。冥王的故事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原子小金刚，或者是另一个名字叫做铁臂阿童木。原本的作者是手冢治虫，但是浦泽直树把他的原著拿来之后，重新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这套漫画。你也可以把它视为是比较成人版的原子小金刚。书盒的部分跟一般东立爱藏版的书盒是差不多的。书本的部分是25开，然后这次比较特别的是在它的封面采用的是硫酸纸，这种纸呢也比较怕将来会发黄。另外在底封的部分哦，这次做了比较特别的处理，在它的质感上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纹路。这个质感真的是蛮特别的，而且很厚。那每一集前面呢都会有彩页，第一集跟第二集的彩页比较多。第一集甚至还有双色页在前面，但是并没有全部的彩页都有还原，大家看后面的时候就会知道了。毕竟这只是爱藏版，并不是完全版。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看一下书本吧。这些原本都是彩色页，东立这次没有代理16开的豪华版，真的有点可惜。因为在另外一个版本里面，这些彩色页都是有还原的，但是爱藏版就没有了。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